十八个，一万也帮我送到鱼塘这里。士兵啊，去行贿。开开了。谁可与您天雷？那个杀你们！四百两，你现在停止。我叫刘王佩，谢谢。快点，他走，那还是鱼塘里面啊？一不进场，马上通知呀，他要出去了。是啊。刚才讲南宁市值一枝花，今朝呢，搞多来面祝你生日快乐。真的真的。啥个市值一枝花呀？来，我讲啊，男人四十像野狗，啊、到处寻花又问柳。啊，马上进吧，进来了啊。哎，这狗嘴里怎么是像我的呢？除了象嘴巴啊，其他嘴巴里都得不出象牙来的呀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看。你这个娘舅就是做的不好，还是我老同学的啊，是这样，老同学啊，要祝你啊，吃饭大鱼大肉啊，唱歌姑娘一楼啊，然后日进斗金还不够，敢跟乌龟王八比色，这个嘛，中风啊，这个怎么吃点啊？来，哎，师弟啊，那今朝分科技哪个弟兄伪君子啊？那今朝哦。之前打过电话给李德，李家今天带老婆出差去的。告诉我，你真的相信他？搿人犀利得了不得了。哎呀，大爷的升官子，都是副局长子，哪会得看得起我们呢？啥个出差了、出国了，侪是家口失句话呀！啥没弄得也中人了。你来。哎，老公啊。嗯。我今天拿鱼呀礼物也送给你了。哎呀，你们这个来湖南现在还送上个礼物呢，真的，我还是告诉我哈，我是告诉我哈，哎呀的，哎，够上的。啊，是吧？啊。你哪能送把秤给我啥的啊？哦，称心如意。你这个人啊，自信哪有这样子的啦？不是参加聚会辰光是吗？我。那主席不是帮我讲，每一个香烟一只礼物的，从零到是自己看变到一百八的种个么子。嗯。一步称了哈，你记得马上的一来，马上零点打一百步。我这个是一部汽车呀，雨门哈一下啪憋到一百步，是啦。他们是我打上去的，一起来憋到两百步。哎，我就是打王车的，爷的。不给他买了，我上市去。哦，你这膀胱容量限的啦，哈，快点买豆腐干，现在才上市的。要加油啊，加油啊，加油啊！承蒙照顾，平日里你对我们的帮助真是很给力，我跟你说。应该应该。就说你对我们的支持是，应该。我军哥，没有，你哪来的？你不是出去的吗？他哪出出来过？他今天在哪来？哎呦，啊、这个费真钱，我今天拿请回去吃饭呀！哎，那走来了，去吃。哎，走来去，走来去啊！我不吃。喂，今天你晚上工商店，我办理去了。哦，那个人是哪个？哪个？隔壁，隔壁做啥呢？敬他一杯，敬。哦，好好好，请一杯，请一杯，好，请一杯，请一杯。我去把是吧？嗯。啊，妹妹，这天空把子送你的。哎，崔主任。好巧，好巧，好巧啊！我们就在旁边吃饭，你过生日啊？六岁了。恭喜哥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我那女配的话，牛总吗？牛花花牛总，你不记得了？天哪，那口气个，哟，那蝴蝶结没拔了吧？工作关系，工作关系啊！好，哎，恭喜恭喜，生日快乐啊！哎呦，士兵啊，哎呦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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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脑子不大滑哟，这晚去我才搞错掉了呀，今朝是好日节，哎哎，士兵，来来来来来，我敬敬侬，那我来的，哎，喊你来么不来？阿拉个隔壁有五子班，我吃得起酒，你那种队伍青菜都不稀奇的。哎，哪会哪会，脑子不好，对吧？哦、我叫侬，我管脱侬随意，好吧？好吧，我管脱，对不对？我屋里还有点事体，你慢慢吃吧啊！哎哎哎，来吃吃吃吃吃吃。
进来进去啊，来吃，来顶锅吃，进来进去啊，你去走吧，你去走，我来吃吧啊，去走，我来吃吧。你还是当初骗我的包包的。哪个新娘还搞的什么啊？我妈哪可能骗你包包呢？我听见两套子。干什么呢？你搭个个为了说说打礼物。嗯。为了礼物的办高头。是个。我谁看见的？这么有难呢？妈妈。啊。那个眼光太粗了吧？看上包包已经让我戴眼老紧的，现在主人看中我说说。哪个主人呢？真是写了像的圣人。我哪可能看中我说说呢？现在呢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妈妈呢，她是文字，就是像有两个叔叔有很多宝宝，晓得？就是刚才那个两个分你这个叔叔，妈妈呢，她想请我叔叔帮忙去点个一张纸去，文多宝宝一个亲吧，晓得啊？哦，叔叔是来洗我。没啥的，侬没去的。不过妈妈，嗯，那是简单的个，嗯，男人一看是个，千万别相信男人个。特别是长得像猥琐琐可难难看的男人，耶我的，今朝一个事体，你先非该说宝宝哈，嗯，来拉开，哎，个宝宝来电话的，等一下啊，喂，哎是边啊，咋个来去医院弄护理啊？哎呦还是走啊？好了，咱们来吃吧，嗯，好的，嗯，再玩啊。是啊。要是我不顶着各位现在的喇叭屁，顶多在三张。哎，你们一直比我们傻，你没发现吗？一叫三张，我不晓得为啥呢。施医生，这个问题您问我，您是妇科主任，我们比你多出来钱，一直是用来买妇科用品的。啊？怎么，您羡慕嫉妒恨？我免费送给你要吗？别的别的别的，我听对了啊。啊。哎呦，施医生。哎。你回来了。哎呀，张曼玉。俺都想死你了。哎呀，蛮好吧现在。妇科医生里俺只相信你一个。真的，是不是我的人品最好？施医生的本事最好，俺只相信你。你什么时候回来上班呢？哎，现在还不知道。那我有事先去忙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行，再见啊，好，对对对，哎。哎，恁衣服穿得挺毛毛的。我是去看搿个，刚刚又是啥搿个女个。哦，你把恁啥过去呀？咦，不是搿个女个，你三月份大肚皮啊，搿么算彻底伤害人体面嘛？我要负责任个，所以我去看看了。哦，恁这是欠债啊！哪敢来看恁个？但是人家男人好呢。不是，伊在这里看毛病，医生呀。啊，恁是医生，侬被住一个医生呀？嗯。哦，不过看恁个儿子应该也不是恁欠债，做恁姚叔才可惜。那个我是拿挨上来我个。我们的人啥呢？你狗仔队啊？啊？不是个，别人叫做报告，是侬要想还有个人像恁一样，偷偷摸摸来看阿仔呢。啊？什么外国人啦？啥呢？哦，姓苏的，俺恁外国来了。哎，这哪里吃没吃顿饭？我讲，你今朝来的正好，我正好搿桩事体你刚刚清爽。那边哪里？够了，那边我请你吃顿饭，我来清爽的。你别动嘴，你别动嘴，我不能来。闭嘴！我，你那个挨个分钟告诉，我肯定告诉的，你来个这个。你闭嘴！根本都不会上报告，你别帮我。你在哪里？喂，妹妹，谁叫我的？搿还拍的白相灯呢？搿白相叫辰光几个钟头了？眼睛要瓦脱啊！我吃吃零食了，还有意思个？我来吃得了。下来去，我眼睛会瓦吧？还你白相心嘛？还真是没底子，没辰光的。叫的，接着去三级，那也不想安排了，也舍不得书房上来着呢。哥哥不是来噻？干啥么子啊？当时老头了。科沃斯地堡，高科技。哎呀，不是来三级固定栋的。专门三级的。嗯。哎，这怎么没姑娘呢？啊？妹妹。嗯。你娘呢？不晓得。
这埃些辰光少辰光都还不住嘞，这不想吃。嗯，妈妈进来了，妈妈你进来了。哎呦，上一次真的挨着。哎呀，吃了得了，老公吃了得了。搿是吧？嗯。你辛苦伐？我是辛苦我。你吃力个？我是吃力个啊。你忙个？我是忙个呀。你看看你电节都在聚集，哎哟，真个不舍得，你是伟大的嘞。在那等我是？你听得出个？我哪听不出呢？真叫好个。你才真叫好个嘞，俺们哪来等啥子个？你吃个奶水伐？没得靠呀，没得呀。你这个从没，我不当来讲，你自个注意点，阿些的。根本因为没办法呀，这我还是吓低了呢。你这样不吓，还得矫情啊，晓得。不，你不是不晓得，外头个钟头人，实在是十米米个。你上次是讲别墅，还有两钟头人嘛，对面那么这边帮嘛，把台子我们叫么贴贴。哈哈哈哈哈！他这么真家伙，要不他别的吃，你看我电视上没吃。你为啥去电视上唱歌啊？嗯，不给。哦哟，他把你干掉，吃了得了，我去搓油的。哎，妈妈，我帮你带杯水。文人官。真家伙。啥个爱走来？一走来就忽悠。我要唱歌，啥个开心？显得我心情不好了，深深气我啊。夫妻之间也是养好心的，也是养好心的，别弄得原来人家李小胖那个王局这个受伤了，哎呀！对，真的是我，哎呀，我还有这个时光。啊，来这边来。嗯。没得这脚的呀，哎呀！进入啥洞？爸，妈妈，我也想要一个侄子。嗯，对啊，这就是男相爷的相爷狗。这个是别只是像个倒霉家，是爷娘我冰箱送的。嗯啊，是回家，是爷娘从我屋送的。啊，后我回家，是爷娘从公公室收入我得来的。啊，那么我是从哪来的？你啊，你们老师东西晓得来个？怎么不知道老师东呢？谁知？我的一个是老师的嘛，干嘛你都不在口子在给他吃，连个纸子不在口子。谁的老师的比他谁个？你到一家有个？这样的事。孩子，没必须骗你的，真家伙。贝贝啊，快点，辰光不早了，去困觉吧。哎，我得困到自个儿再去困。哦哦，回来自个儿玩去吧。快点困啊！爸爸妈妈晚安。晚安。哎，光啊。嗯。嗯。你看紧，你看紧。老可怜嘛。真的是你对爷娘老师都没舍得来，他讲这是，我哪可能老师都没舍得来呢？你爷是鼻音血，我还是鼻音血，你讲还是亲生，真的亲生啊！你看，一个鼻，两个鼻，合了一代，二鼻，这些血型决定命运，啊？不是吧？等你商量桩事体嘛。啥事体？我心里想看见啊，嗯，现在爷两胎啊政策放宽着，嗯，那冰冰呢？你刚刚听见个一个弟弟，那我倒觉着哎，你可以考虑考虑呀，是个男可以考虑考虑啊，嗯，是个两个弟弟，你好像干得轻松的啦，那哪晓得？你都男人打药就得几分钟，你女人呢，打娘要用一生一世，跟他辛苦。所以陛下，嗯。今晚臣妾身体不适，所以不能侍寝。明天请陛下养足精神，再来翻臣妾的牌子。朕后宫有的是佳丽，不止三千。嗯，你不担心啊？哼，你干什么呀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朕后宫有的是佳丽，不止三千，有的是牌子，牌子上都是你一个人的名字，没有其他女人的名字。哎呀，这错我倒，哎呀，这错我倒。哎呀，哎，嗯，老婆，师太，那你就从了我吧。不要啊，陛下，今天天气太热了，求陛下将臣妾打入冷宫吧。生孩子了。啊，在这看看。哎，生孩子。快看生儿子。格来母亲，
困该得困呗。尽量。国主吧，贝贝，到哪去的啊？贝贝啊，你做啥？那这是第二个老师做啥呢？我来看看我爸妈人家安慰谁个侄子。哼，我听你真的当真想才知道线路噶？想的是个在老师中的这样个干活之人啊！啊？啥啥啥？那也有辰光聚集个呢？谁能有点事体啊？我也是交通的。啥个交通的呢？哎，这个冰，你先出去白相啊！你打打水啊！啊？出大事体了！啥人出大事体啊？我伤心。你告诉我，我伤心妇，那这啥的啊？啊？啊？啥的？我伤心妇可能跟这个伪君子啊，有货的。外家里这个人我清爽的，你是这个是还是有名的，这一看就是女人，你站下去的，眼睛会得放光的。不一样的，我跟你讲，你非觉得伪君子跟那弟兄了朋友了啥的？宋清这个薄熙来跟王立军那些的吧，这一下个弟兄啊，我这薄熙来都告知说，掐指兄弟两的。你定心还在，你都马上是不是当我讲过的？这伪君子呢，啊这个是害死个，是一张设局。哦，你告诉我晓得你是设局，再去到你感情里噻。十三个人哪懂感情啊？这个女人讲闲话，那这平常讲那个。你是一个好男人，基本拉下这男人没戏的。啊，徐哥哥，你这死鬼太坏了！不好意思，那是搞离家吧？你亲爱科技个？科技个？真的？真的。哦，对对，反正你先想一个事体吧，我先去上班的啊。原谅，我们选择绿色。酿造，我们秉持传统；品质，我们追求卓越。造就了每一滴沙洲优黄，都闪烁着绿色的光芒。作为营养师和妈妈，我总是知道给宝宝更好的。我推荐雀巢超级能 N3， 适度水解蛋白，降低牛奶蛋白致敏性，给宝宝更多一层保护。雀巢超级能 N3， 完美。就是没有任何瑕疵，哪怕是最微小的头屑，但我用清扬，它能滋养头皮，不同角度头屑不见，尽管看吧。我没有什么需要隐藏，清扬无懈可击。那几天绵柔也能不黏腻，护舒宝新超净棉，绵柔也能开始一秒瞬息，挑战零黏腻，不黏腻的绵柔，护舒宝新超净棉。从小我喝雅培长大，妈妈给了我更好的，让我勇敢追求梦想。现在我也给宝宝喝雅培。雅培，百年制药经验，带来高品质配方，更贴合宝宝体质。因为我用过，所以有信心给宝宝用。雅培百年制药经验，赢得世代妈妈信赖。蕴含银刃蚕丝精华和馥郁法国玫瑰，全新历史很久嫩肤沐浴乳，萦绕肌肤，丝滑芬芳，令人无法抗拒。点燃激情火花，尽在点滴历史，历史交肤系列。Thank you.
源自 SK2 机缘修护精华的10000小时皮肤科研，10位抗老精华液使用者9位想转用，连年轻肌肤都变得更有弹性了。立刻搜索 SK2。天平山红枫节，10月1号到12月8号。他是我的好朋友，就除了吃饭的时候手不是拉着。多芬牛奶谁更滋养？多芬牛奶，多芬。现在就洗吗？王灿泡牛奶浴，张薇使用多芬，多芬 Nutri Moisture 滋养精华，深入滋养，饱满莹润，比泡的牛奶更滑更弹。妈夸满满的，现在上市了呗？为什么不早说？好啦，买两瓶就吃肉，比牛奶更滋养。我是庄勇，我喝优倍鲜奶，奶源限定，优倍奶牛社区订购优倍，拨打4008117117。光明随心订，光明还有更多新鲜牛奶和酸奶哦。好德家享受无忧购物，体验至诚服务，五星级购物享受，建材家具一站购全，各有好德家装饰为你带来整体家居服务理念，好德家给你更好的家。你亲爱科技的，科技的，真的，真的。不对，不对，你先想一个事体吧，我先去上班的啊。哎，苏凯，二姐，哎，困了，还不想不得的呀？怎么了？嘿，告诉你一个么子，电话打得来不能用啊？上面的机器人管家啊，他们叫科沃斯轻薄。哦，哎，有啥用的？那可能侬少有个么子，你不落屋里的辰光，全部跑下来，跑下来之后，你再熟蛋来睡觉。比方讲呢？哎，那比方讲搿台狗男女如果等了海屋里向感情，你说是吧？嗯。那全部把它跑下来，铁证如山，发展来睡觉了。还跑下来个？跑下来。跑下来还熟蛋，我睡觉里个？哎，是哪哈的啦？阿林。零个。为什么你平常讲你靠近兄弟盯了冰冰？哦，哎，屋里向搿个 PM2.5现在比较干，嗯，靠近海里净化空气。哦，搿怎么是靠近个哇？对呀，反正到屋里向啥好个啦？哎，晒起来晒得一天舒服。嗯，那我发短信发到你手机了。哦，搿时候呢，你到屋里晒得差不多。我晒光它才会得搿时候呢，我搿时候呢，还不晒得，你夸张呢，碰到点啥来？我屋里不是在屋里呀，出啥个门来呢？反正就是搿个意思了。哦呀。蕴含银刃蚕丝精华和馥郁法国玫瑰，全新历史很久嫩肤沐浴乳，萦绕肌肤，丝滑芬芳，令人无法抗拒。点燃激情火花，正在点滴历史，历史交付系列。我来自苏州银行，我拥有银行金融功能，我具有社会保障功能，我还有公共服务功能，这就是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。是生活像人生，科沃斯机器人抢票巨星来袭，凤凰传奇相约凤凰西岸，中海地产古城劳动路力作88到140平米轻轨房样板房盛大公开，6609-6666。建屋子产品多数服商金合金，坐拥一线湖景，75至288平米精装人文公馆，温生活序幕开启，6660-7888。中瑞姑苏上城姑苏区政府房25万方阔型美宅，青龙文脉三大商圈，90至142平米通透户型，超高附赠，中瑞地产古城标杆地座，销售热线6269-8888。
微笑是一种语言，更是一种艺术。感受微笑的力量，感受口腔医学加美学带来的双重惊喜。中国微笑，美澳口腔。苏州苏宝中心海宁皮革城9月28日盛大开业，500万毫米、万元钻石天天送，上千品牌、数万商品一折起。咨询热线65900100。皮革珠宝，未尝更好。美莱丽缇紧肤除皱，层层皱纹有效驱除。年轻十岁的秘密，苏州美莱美容医院。本节目由智生活享人生科沃斯机器人特约播出。明天您将收看到的是敬业农业路人的大案子，保命出来，我让他死不了。男人四十一道坎，妻离子散丢饭碗。停止，接受检查。女人三十一枝花，好似蜜桃枝头挂。怎么会嫁给你爸爸呢？给我们出来去吃三锅。双剑合璧，谁比谁阴？行贿啊！绝地翻身，云开雾散，真开心，智生活，享人生。科沃斯机器人邀您品鉴，共同欣赏《吃喝聊斋》十一特别节目《苏州一家人》。